入味多汁的秘密今天都交给你了。美和天天说他盐焗鸡做的好吃，哇，还真的牛。美和赶紧过来教一下。要做好入味多汁的盐焗鸡，只要这三步：把洗好的鸡给它擦干水分，加入葱姜盐糖，肚子和身上抹均匀，剩下的葱姜塞到肚子里面，再加一点生抽给它抹匀，接之前撒一点米酒给它抹匀，不能太搅化，这样才不会破坏鸡的肉质。锅烧热放入猪油，把鸡放进去煎一下上色，把它煎成这样就可以了，把它拉起来。盐焗粉加点花生油给它炒均匀，均匀的抹在鸡身上，腌二十分钟，把醋也放进去炒一下，炒成冒烟就可以了。来给它盛三分之二出来，腌好了用白纸给它包起来，放在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煮五十分钟，时间到了把它拉出来。你学会了吗？